五星，我靠，效果来了啊！第一回合直接加油啊，给主邮箱、副邮箱的邮圈呢，恭喜半仙哥连成两个七红。五星我们直接干，直接一顿群就行了，是吧？啊，招个青蛙死辅助风，带你体验梦幻西游 PVE 难度，有的联系我。我是走后门进来的呗？啊，把他们能封我的全他们给我封上。这不整个囚笼带吸血鬼没牌面，不需要牌面。哎呦，我一回合罗汉，一回合精青，油加满了，然后被封了，我日。这个应该是五星最难的啊，凌波城主，不过对于王哥没什么难度。早上这天罡地煞这钱花的真舒服啊，真没白花。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啊。我不杀了，我要播资源去了。这天罡地煞一播能播一天。感谢恭喜蝴蝶君啊，打成了个六红。有解除封印吗？我自己解不配速，投机吧，哥们儿啊！谢谢老王请客，谢谢队长带我。主营球场为王啊！好急啊，我还没叠呢啊！主怪都他妈死了，我他妈是真是战地记者啊！我油加的可够多啊！感谢鸭子哥，谢谢鸭子哥的超级火箭，感谢鸭子哥，鸭子哥赚钱不容易，还给我刷，谢谢鸭子哥啊！鸭子哥出神器了，鸭子哥。鸭子哥出了一个愤怒加法术暴击几率 1.05 的腰带啊， 1.05 很高了。
法术暴击几率 1.05 很高了。这个腰带应该你看一下藏宝阁有个雾爆的，那应该跟它价格差不多啊。女娃木版本法术暴击几率的装备会更酷一点啊， 1.05 很高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六七十万是比较稳的，六七十万应该是比较稳的，因为很久没有出了。法术暴击几率 1.49 是满的， 1.05 属于很高了，就一般人的腰带要是有一个 0.77 0.57 就能用了，你这个 1.05 属于很高的啊，但是血防不高。法爆比封印差远了，单纯以腰带来讲的话，法爆可能比封印好卖，因为封印不是所有的门派都会喜欢啊，地府就不会带，方寸有的也不带封印，因为封印一点多，它是个很迷惑的东西啊，有的时候选择特技的话，怎么还老封我呢啊？比如说我的封印装备已经加了 3.8%， 但是你感觉明显吗兄弟们？ 3.8% 的封印，普通人的封印装备要三件或者四件才能达到，我他妈加完以后再加上极限的六封印还是水啊！所以说封印腰带很多团队是选择不带的，他都选择愤怒特技啊。妈的，公海员，我以后不参与天罡地煞活动了。买完以后全他妈让别人玩了，我他妈基本没打到啊。恭喜鸭子哥，鸭子哥这回不用干体力活了啊。破血愤怒不够，没有愤怒腰带，没有愤怒腰带，愤怒等于80，用愤怒腰带他妈64。苦难辉煌，你他妈成天说我，你他妈自己这直播他妈也没播几天吧？啊！我是腰不好，你是什么借口？别他妈刷了，你这太空战舰你卖给那些回收礼物的主播能卖多少钱？你微信转我一半就行了，我日啊。感谢辉煌哥的太空战舰礼物，你总给我刷都疲劳了，你知道吗？钱还是钱，但是从你的手里刷出来，我就觉得吧，没有那种幸福感啊。就是当这个一段感情两个人都累了以后，我建议你不要刷了，好不好啊？建议苦难辉煌还有我们的大锤妹妹不要再给我刷任何礼物。再说本来你们也不是老板，都是以主播啊，都是靠直播收入来赚的钱，然后我也是主播，同行给同行刷，你2000刷出来剩1000，我再给你刷1000，你就变成500了，最后2000变成500，所以说为什么不往回刷？往回刷钱都被网易赚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赚我不赚，都让网易赚了，所以说不如单独的你刷礼物，然后让我和网易赚啊。再不就你不刷啊，然后对不对？也省钱，大家都省，你就别老这么给我整了，我是真挺不好意思的，没跟你开玩笑，他妈的真的是，这礼我怎么还呀？啊！而且我是一个常年负债的一个人，真正结婚那天我还不一定能给你随出那么多钱，到时候可能还得给你打个欠条分期付款，我靠。谢谢辉煌哥的太空战舰啊。怎么样，节目体验上来了啊，用户体验上来了，节目效果上来了。我应该出一个孩子，然后给我加那个叫什么了啊？加魔晶激发。
快变区了啊，他经轻，我先解除状态，然后孩子继续集中攻击，准备拉孩子啊。大锤说给我刷的是用来给我治腰的钱，我治腰不要钱，那老中医贼便宜，350块钱啊，包终身。谢谢捕鱼王的黄金童子，谢谢辉煌哥的太空战舰，谢谢鸭子哥的两个超火啊！等我杀完这波天罡地煞，然后等正式开始直播资源的时候呢，给大哥们表示两声啊！哪里的老中医给你介绍一下？太远了，辽宁的啊，辽宁的。王哥，你的吸血鬼大家看看，就是一个比化魂缺内丹，但是资质还不错的，然后后召唤甚至还会永久加攻击的啊，翻页吸血鬼。有人开我吗？没人开，我自己开。开我王哥。啊，有人要开了，那我就先力激发了啊。钱没白花，服务太周到了，有机会再请兄弟们杀六星。一致加灵法的虚弥过分了，夏威哥还能再加战敌呢啊！给我王哥加战敌，加不了战敌，不，这数据行吧，兄弟们？夏威哥虚弥要有战敌的话，输出会很爆炸啊！下回合有精青，但是我他妈好像又要变区了啊！开心哥也在将军玩意，我就去找开心哥的啊。兄弟们，我用魔方寸的数据给你们秒一下啊。啊，灵刃大力劈，攻击2182加攻击天赋2400，再加灵刃乘以一个150，3600加战敌能打5000，力劈本身还有数据输出。真他妈狗！变身卡到期了，看灵刃力劈输出啊，4700。下回我精青保出手，直接先力激发。哪个比较不抗法？这个球比较抗法是吧？啊，保护好我方老逼。我好像又没了啊，球不抗法，兄弟们，但是我没油了，我得先加油啊。
我他妈还无魂了，我地上还有无魂。我操！啊，不是我这下啊，吓死我！啊，妈的！我放弃了，兄弟们，我放弃了，出手一次太难了，不是他妈的被封就是死人，再不就没蓝啊，再不就马上变区。我要出手的同时满足太多个条件了啊！还好有一群好兄弟支持我啊，防御给我防御，最后操作让我没有，你们这张啥宝没有，我油不够了啊。王哥来加入我们大唐的阵营吧，我虽然我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门派，但是不代表我瞧得起大唐，我也是一个资深大唐，谁会从零级到飞升到渡劫啊到化圣自己从头练个大唐呢，我差点做到啊，我练到了173级我放弃了啊。大唐只配打图啊！说这句话的人本身也是个大唐。哎，为啥我觉得真阳令旗加在我身上的效果不明显呢？啊，我没变身卡了啊！他妈野兽之力都他妈加上了。哦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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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体验有体验有体验啊，牛逼王哥啊，咱们得有礼貌啊，得有素质，人家夸你的时候对不对，得给点反馈啊。你们杀吧，我变区了啊，我变区了，大唐直接扫吧，不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嗯，还好没封中，这封中我他妈要死。这1000万每打一个数据都要花游戏币的哦，我操牛逼！你看这表情，杀完了别走，给你们一人分点钱。啊，都不好意思了啊！有给我喂蓝的，有他妈舔我的，有帮我抢怪的啊！这让我看到了西红柿首富啊！沈腾出场的那句王总好啊，给演员发盒饭啊。别防御，我救不了了。别防御，我变区了，我变区了，我是个残废啊！你们直接杀就行了。等我破茧成蝶，我操！还有，兄弟们给我感动了，他们要防御，等我变回人形。哎，不行，我变回人形也要从零开始啊！别等我变形了，直接杀吧！别等我变形了，蓝灯呢？啊，恶心！你们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杀吧，杀吧，杀吧！后面还有，你们还要杀天罡呢！杀吧，杀吧，杀吧！别等我，别等我，别等我！别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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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等！别等我破茧成蝶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快杀我，没蓝了！等我破茧成蝶，重新开始叠。
魔晶姬发都来了，扫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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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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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能变回来吗？能变回来，但是耗消耗不起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破茧成蝶了，兄弟们！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啊！谢谢大家对于《梦幻西游》新手门派玩家的关爱啊！简直泪目，感动哭了！《梦幻西游》老玩家啊，就是有素质，就是这么对待萌新的，给萌新开专场，重新让他叠状态啊！我没蓝了啊，谁还有蓝的话，反正都吃了，就多给我吃点吧啊。变成区域以后状态是要重叠的。我操，没了。来，队伍里的人别走啊。队长辛苦了，2000万。啊，渣渣1000万。免费看手相1000万。啊，没网啊，行了，我跳了，你们自己玩吧，播资源去了啊。